can breathe. I can breathe.还有你们呢？组合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召唤，就是现在台湾就是棒球界最厉害的 Pro 级的啦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直接用这张卡，赶快使用。我要发动魔法卡，召唤棒棒甜心。只要轻点舞蹈，让我们变成了东华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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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哇！疯掉，疯掉，疯掉！那今天这哎八位，你们这就对了。你看前面那五个臭男生有没有？唱得太好了，对，他们的音乐已经涵盖了全部了，嗯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就用你们性感的舞蹈来干掉他们，哇，好棒啊！今天这个表演是，今天我们的表演，我们有个团名，我们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exy Love。混在一起了，混了混团了，混团了，混团了，哎呦！
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。38岁女星周小涵当年从无名小站以无名正妹冯甲校花出道，进入演艺圈，一路演出多部戏剧，被视为偶像戏剧女神代表。她近期因参演八点档人气再度暴涨，而忙着拍戏的她仍然不定时在社群平台晒出美照与粉丝分享。近日周小涵晒出一段运动跳舞片，影片中周小涵穿上粉色运动内衣搭配白色罩衫，下身穿上紧身裤，丰满的上围和一双诱人长腿引起网友热议。而周小涵跳到一半颇为害羞，也在贴文中笑说完美诠释，自己尴尬，不尴尬的就是别人，让不少网友看完后直呼太辣了吧，女神好美。37岁女星妮可白以儿童台葡萄姐姐身份闯出知名度，随后转战戏剧领域表现亮眼。去年凭《牛车来去》在金钟奖敲响讲座，演艺事业攀上高峰。近年妮可白越活越自信，时常在社群展现成熟女人美，吸引许多粉丝喜爱。近日她与同剧演员方欣合体录制跳舞影片，影片中妮可白穿上一袭鲜红色礼服，除了胸前大开深臂，双腰间也挖空，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完美地展现出来。至于方欣则是穿着桃色修身西装外套，凸显绝美身材比例，完全看不出她今年已51岁。两大女神难得合体扭腰摆臀，还不停对着镜头灿笑放电，吸引大批网友大赞女神们好美，两人身材都太好了，好辣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奶哥吴瑞勋，奶林，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余翔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就在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给你赚，龙给你欢喜，龙给你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，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！